回头挥个手，全场上千学生尖叫暴动，不止抢签名争握手，外头还有长长人龙，顶着高温烈阳的学生们都想一睹柯文哲风采。他说你选台北市长，啊，一半的时间没有在台北市，还有了，我还到过金门，有到金门大学去演讲过，那也到这个小琉球去演讲。是在选市长还是选总统？柯P旋风横扫全台，才到花莲慈济大学演讲，不过一星期，再搭着高铁南下跑行程，更传出这趟高雄一日行也要拜访老市长前辈陈水扁。我要去，我就安安静静的去，不要让哦，搞得这么阵仗这么大，不是啊，我要去见他，我就医生跟病人关系，我要见，我就自己去的时候顺便，我不用再搞得他妈火。哦好，有了，路人皆知。因为提前获取，所以才没事，这样太夸张了。来来来。尽管有拐杖支撑，还是硬要挽着手搀扶，赶在柯文哲南下前一天，姚文智紧贴阿扁，在媒体摄影机前整路黏 TT。尽管没有阿扁当顾问，柯阿北自立自强，还有一个全心全力辅选的总干事。哎，这样是不是应该每个阵营都要同样比照办理？那要认到也可以。那陈吉也可以辞掉总统府秘书长了吧？那就快呀、啊，快模仿啊！剑指绿官也该比照办理。姚文智找阿扁，柯文哲马上回击，绿白 PK 热战北市。记者谢耀真、陈威远 SNG 小组台北、高雄采访报道。